周周见，听我来耍剑。提起老一辈的香港女神，能想到的永远是那几个：王祖贤、林青霞、钟楚红、关之琳、张曼玉。因为他们在影视剧中倾国倾城的表演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女神。60、70代的女神们，每一个都美得有特点。再回过头来看看80、90代的女神呢？现在的医美技术真是日新月异呢。随着近两年综艺节目的增多，老牌女神们纷纷受邀参加综艺节目，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勾起了不少童年看片的回忆。本节目由来翻回忆杀的 B 故视频怀旧播出。其实啊，小编我蛮心疼这些老牌女星的，被拍到照片，如果是美的就被称作冻龄魔女，如果是丑的就被称作为美人迟暮，两个同样分量的女星同框，还要被比较谁保养的最好。哎，心好累啊，这似乎成了个小编拟标题的一种魔咒啊。不过也难怪这么感慨，谁让他们年轻时候的颜值太过耀眼，以至于在看脸的娱乐圈，人过中年皮肤松弛鱼尾纹明显的他们难免令人遗憾。当然啦，状态保持得好，不用每天用大宝，上镜也能皮肤好。62岁，放在一般人里早就身材走样，头发花白，岁月是把杀猪刀了。可作为60后，赵雅芝和林青霞却亲身诠释了什么叫别人家的花甲之年。他俩分别参与了综艺节目《偶像来了》的第1、第2季，还是英气的东方不败，还是温婉的白娘子。挺想听我隔壁王姨问问这二位，平时是如何做保养的？其实不用我也知道，不外乎有钱又有闲，老公体贴，儿女又孝顺的可可。不得不说，《偶像来了》真是一个唱回锅肉的节目，是一个给老牌女神展现自己的节目。51岁的刘嘉玲、45岁的杨钰莹和朱茵都有参与其中。刘嘉玲负责梁朝伟什么时候来，杨钰莹负责花式夸人。好可爱哟、哦，你好可爱哟、哦！谢谢谢谢。听到他的声音就是忘忧，忘记所有的烦恼，只要笑就可以了，只要笑就可以了。朱茵嘛，负责美就够了。另外一档综艺由谢霆锋主持的《12道锋味》也请来了不少老牌女神，54岁的杨紫琼和刚刚领证不久40岁的舒淇，前者素颜出镜，大秀好状态，精瘦身材加一口流利英文。二人在非洲肯尼亚和野生动物玩亲密接触，后者亲自下厨为谢霆锋做葱油拌面，展现自己除了人美戏好，还是个隐形的餐厅老板娘。好嘞，可以捞起来了，搞定。然后这就是刚刚已经弄好的。这个葱油是你们的秘密吧？也不算秘密，你待会尝一尝，搞不好你就可以尝出它不同的味道，所以就不是秘密。好热，上菜。最近张曼玉在伦敦拍摄《12道锋味》的路透照曝光，作为压轴嘉宾出场，奉献了自己的综艺首秀。而吸引18年的香港女星，被称为90年代的性感女神的邱淑贞，则在好友张智霖、袁咏仪的邀请下，首次亮相综艺《一路上有你》，为她的粉丝儿也是韩国人气男星金希澈制造惊喜。女神亲自为她洗头、吹头发，把小粉丝儿希澈激动得满脸通红。你要什么发型？告诉我吧。其实刚才洗头的也是我，真的。看得出人家已经48岁，是3个女儿的妈了吗？看着记忆中的那些女神如今复出上综艺，是否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？虽然女神们容颜虽改，气质依旧，但仍然感慨岁月是把杀猪刀啊，对女神也一点没客气。变老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不可逆，很伤感啊。只不过老牌女神的生活状态、演绎哲学还真值得后辈们好好学习，既承受得了红极一时，也消受得起平平淡淡，只能说 time fly， 各位该珍惜的就赶快抓紧吧。你心中的不老女神是谁？不老女神啊，张曼玉、林青霞、舒淇、刘嘉玲，好像没有，想不到。变成赵雅芝了，赵雅芝、林青霞，你呢？我也觉得是她。美女，你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朱茵还没有吧？谁啊？李若彤。赵雅芝，我喜欢王菲。我心中的不老女神应该是赵雅芝。范冰冰吧？你觉得她是纯天然的还是整过的？应该是纯天然吧，我觉得应该是纯天然，多少会有一点吧。没有微整吧？肯定有微整的啦，应该有微整。
稍微有点整，那脸型有点整。林青霞纯天然的吧？我觉得应该是纯天然的吧。纯天然的吧？这我就不晓得了。纯天然的？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吧。就纯天然的啊。